撒游金门，今晚游到杂一山坑道。妈，目前两傻子嘞，就上去。哎，人后壁有迄落游览车来啊嘞。公里单管炮。啊，你有你有要去拍？哎，这我会晓，这我会晓，我以前伫迄个冰工厂目标，两个加起来百几下，搁伫遐咧突，拍几只落来？有啊，你阿看拢塞去边啊去啊？塞边啊去。哎，惊嘞！哎，听不听？哎，阿妹有滴。安尼，我该跟袂听堂。咚。你做什么兵啦、啊？我兵工厂的。兵工厂，你两个人爱过门口遐过的啊？啊，唔做风扇。会无啊？唔捌。嗯。我兵工厂也无读书。哦。杂一山坑道。啊，你即摆入去的这边右边遐就是营房。哦，杂一山坑道，即摆咱即摆入去内底吼，伊个吼规个拢乌入去的，啊拢用爆破。这样降一下入来，来了为啥补齐？好了，哎，没食水。这都要去到倒啊？有无？啊，搁入去啊，就知啊，会喷到水灵王啊。啊，这是那个啊，搁两撮。一撮起来，一撮落去啦。伟大啊！那个惊你啊！哎呀，这哦，这迄个范围足大啊，你无看，惊死人哦。哦，这都乌五档啦。没啊，乌五档的吼。想讲，哎呀，要甲问，踮庙门就该先去去问迄个小姐。迄个入口出口啊，啊，到伊个海口迄边也阁有一个咧过个所在啊。这拢是算迄落江哨啦，江哨嘛，啊，外口是海声，你看海声啊清楚。有鱼啊！这大只看得到。鱼啊，吓啊！哦，最近只来嘛？哦，这个简单嘞。冒者。你是真有破啊，无破啊？啊，要甲咱介绍这是啥？有啦。哎，这物件吼，切了介有黄吼，这若是讲正经的吼，啊，你较严肃的，这是铁质啊。铁质。啊，若是讲较趣味的吼，这叫做出汁啦。哦，出。你是唔是什么钟乳吧？无啦，铁质啊。铁质哦。啊，伊一般迄个做这石材，人讲迄叫做出汁。哦。这大家。这来吃若无来金门若无来吃吼，你头壳歹，无必要来，当厨头。